大家好，我是张大春，我现在人在台北，给中心社中心网的朋友们拜年。春联求财求福也好，家人健康也好，这个事事平安也好，这都是对于未来这一年的一个期许。龙行天下登云路，猫为人间致福祥。纸板做的猫屋，他就附送了对联，又是什么上联，又是什么罐罐，下联又是什么鱼鱼什么，反正不是罐头就是鱼。因为我养猫，而且我觉得现在养猫的人越来越多，猫现在对我而言是生活里面一件大事。中夏金凉通福海，新春花市满神州。龙年祝中心社中心网的朋友们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